燃烧的剑，燃烧的心。A 一下拉过去，再 A 再拉回来 ，A 大二技能一拉，再 A 再 A 一手惩戒他再见了，包一下 ，A 二大，啊，他击飞 ，P 死一个，吸一口，卡到后面，好，这个人应该死了。横劈附魔 A 一下，哎，这个减了五个速，跟着前面走，再一劈，哎，他怎么回头送到我脸上来了？ 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一手拉。两枪给大招，再翻滚，再两枪，暴击啊，兄弟！你去挡他的钩，不然我要敲他了！你是怎么这么跳呢？我拦也不想打了呀！他把他顶开了，老哥！你把他往回顶啊，他把他往远处顶，我真的是服了。你不搞错，我的朋友，我天，我吃药，走位走位，给一下，再一棒，走位，他勾了，我死了，这都行，他这个二技能捏这么久。哎哎哎！哎，你们这真的是太过分了吧？花式操作，他一过来，那个云中军是直接见到我开大招，我服了。我天！哎，他怎么上来了？讲道理，他应该是上不来的。暴君出来了，但这一波暴君还是打不了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好好说话啊！我是你的小迷妹。这个小兵怎么能离我远去呢？走得这么快，我的思绪被他这句小迷妹给带走了。我醉了。我真的是烦。烦，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